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什么给你？看来后头一定是把东西都藏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看看有啥吃的。你看，等你一踏出去，我就立马出现。你的一分钟钱我一定记在身上。这雨呢？小朋友买把伞吗？你知道我不是用的伞。不用了，又被伞又变湿的呢。我的这里肯定有东西。咦？这里的伞都没掉。我还存了两块砖，要不借给你救急？我都想不到你是真的救，这是我身上所有的东西，但是不想结婚。我不回来。为什么？你去了吧，小品都回家去了。